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这次换我保护你。老娘，他不敢说，我替他说。毕竟他是我的弟弟。李小姐，你别怪他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永庆国的南征大业。 你是李长卿的女儿，接近了你，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情报。我们永庆国的铁骑就能打开锦溪的大门。静太，给我住口！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永兴国二王子？我明白了。逆子，我打你！ 我已经是永庆国的王了，以后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再也不用跟我的父王要了。